耶，小宝和小胡子正好在一起呢。今天我要带你们去打你们喵生的第一针疫苗。听到这个消息开不开心？笑一个，小胡子。不哭就行了哈，小宝。小宝预感到有什么要发生了吗？别害怕啊，我们速去速回。小胡子已经很欢快的咕噜咕噜咕噜噜。看来你是完全赞成我去带你们去打疫苗是吧？小宝是无动于衷啊。小胡子，小宝宝，看到你们这么相亲相爱，真的不愿意把你们分开呀，所以我决定带着你俩一起去打针啊。都进来吧，吧你俩在里面老老实实的啊，带着你们到医院也不挣扎。现在量体温哈，上免疫试剂操作。行行，他俩吃喝排便都正常哈。嗯，行，意外的。嗯，不用查了。然后再你给我签个字，疫苗须知你都了解哈。嗯嗯，行，他俩分别给我签个字就行。签我名还签他名？签我名。小胡子，他俩都给驱虫了是吧？体外没有驱虫。小胡子现在是在量体温啊，露出你漂亮的小胡子。小宝胆太小了，都不敢出门了哈。那是小宝儿，给小宝量体温了。小宝啊，哎呀，和他爸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他呀，嗯，你看看小宝儿英雄本色。哎呀，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呢？嗯，还行，没反抗，没有，没有挣扎，没有感觉，就看来有这个遗传基因。哎呀，小宝宝啊，完事了。好了好了，老乖啊。嗯，还行吧。第一次出来吧那个。嗯，第一次上外面。我感觉像在找那个。他叫啥？他没有大名，就叫小宝宝。现在哪来的怪叔叔？好看，生一针是吧？好看，不是好看，他是扎完了，之前扎一针，然后他这是美团付的，然后他剩一针。嗯，剩一针，现在名字都写了，他俩写了，先头。第一个是胡哥的，嗯，这个是小宝宝的，小宝宝的，嗯，小宝宝有证了，嗯，你是三花还是四花？你怎么还有粉色的？你这是小蓝白，挺好玩啊。你受伤了？啊？胡子，有猫来看你来了，我去，你还不见外？你咋那么厉害呀，还冲我哈来。你那头上咋的了，你怎么负的伤啊？尽量保持一定距离啊。那小胡子有点急眼，你瞅那鼻子一筋的一筋的的。哎小宝宝，哎呀，胡子别出来了，这就回家了，观察完就回家了啊，你别出来了。小宝宝来，我看你精神状态怎么样。来宝宝，咋这么蔫呢？来时也蔫，走时也蔫，你叫金老蔫啊。我们该回家了，回家。来，到家了，都出来，出来出来，去出来来。哎呀，别搞这抢镜头了，快走快走，到家了，出来吧。一直沉默不语，沉默寡言，到家了还小心翼翼的，快快去玩去，快溜达溜达，快自由活动活动。还去哪儿啊？嗯，小宝，快找你妈去。小宝，来来找你妈。这出去的时候，你妈担心你直叫，你还以为把你给卖了呢。哎呦，
那刚才找了一圈，完了跑回来睡觉了。宝宝给你送回来了啊！刚走的时候一个劲儿叫唤，完璧归赵啊！宝宝，睡一会儿吧。哎呦，他咋没反应啊？休息一会儿。小胡子呢？小胡子在后边。小胡子没事。小胡子也没反应啊？没事。那上次好看的反应老大了。现在兴许没到时间，哎呦，快去看看宝宝，你不是叫了吗？小宝被我带走之后，你在家直叫，每个屋嫂嗷嗷叫唤。完了，我寻思这得讲几个小时，然后过一会儿人家就来睡觉了。行，还行，没心没肺的。